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舍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咱在家蒸小笼包，不塌陷不回缩，又白又松软，家常味，感受家的味道。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。先和面，盆里加入中筋面粉，然后温水碗里加入酵母粉，搅拌化开。一斤面粉加3克的酵母粉，再分次把搅匀的酵母水倒入盆里面，边倒边用手搅。